外面什么天气？哇，好天气！你看这里好吵啊，我旁边好像是个发电机，这么吵，我好像睡着。雪山，嗯，哇，这个地方不错，好多吃的，还有好多人，在这里交了好多的朋友。美丽今天把帐篷搬到这个停车场里面来了，因为那个里面发动机太吵了。哇，你看外面的太冷了，但是帐篷里面好热。好久没吃过鸡爪了，还有鸡翅，不过有点小贵，5块钱一个。玩越野。哎呀，太帅了。这是美丽在停车场认识的，6个都是做主播的，他们三个是一起的，然后另外他们两个是一起的，然后加上我，就是6个都是做自媒体的。另外一个草原龙是南哥的朋友，然后昨天他看到我说今天叫我吃饭，然后顺便又叫他们三个过来了，他们三个也是刚刚认识的。草原龙哥特别的热情，做了一大桌子菜，还买了几十个羊肉串，哇，好丰盛！吃饭了，天哪，龙哥你买得起吗？20个串还是30个串？六个。胡飞龙，我是你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胡飞龙。胡飞龙。古月胡。啊，古月胡。我叫刘浩。刘浩。对。草原龙。叫刘浩。叫我龙哥，啥的？小幸运，小李哥，小李哥，我们6个都是做自媒体的。你是叫什么？杨美丽流浪记。我骑自行车的，你们他们都自驾的。我们今天炖的排骨、羊肉串。我不喝，我吃肉。你看，我们现在都在这里，然后聊天呢。他们都戴着帽子，我没有戴帽子，再不黑烦死了。就是旅行的快乐，就是每天在途中会遇到不同的人，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地上，然后聊聊天，然后晒着太阳。就是缘分，遇到就是缘分，你就是来交朋友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一样的。每天在这烧饭，我在这待了半个月，我一烧饭，那个太阳一炖。好多美女，哇，你哥哥你真香。我自拍杆坏了，这是杭州的那个龙哥帮我粘起来了。现在美丽把帐篷搬到草原龙哥他们这个车旁边来了，因为那里发电机太吵了，然后跟龙哥他们在一起待2天，他们也要走，然后因为方向是相反的，自媒体遇到了就可以交流，做做朋友，然后一起吃饭。这个是帐篷里面，哇，闷热的。然后那个地方是发电机太吵了，是你们的话是选择太吵的地方还是选择太晒的地方？必须要做一个选择，因为那个人都是要有选择性的。今天早上我是一觉睡到11点钟，他们都说天哪，这个发动机这么吵，你怎么睡得着？我说我太累了，但是我现在想睡个午觉，所以那里太吵了，我就换在这个停车场里面吃饭喝酒看蓝天白云。哇，好悠闲。吃饼，这是吃什么？哦，羊肉，真的是羊肉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停车场周边的环境，哇，真的好漂亮。哇，你看碰到几个朋友，然后孙超的朋友，你们都不玩抖音吗？他是看到我这边，然后遇到看到我这个小旗子了吧。你看这个南哥给我织的锅，哦，不是龙锅，刚刚那个男孩子就把你喊成那个南哥，那个我喊习惯了。那是龙哥。那美丽要做什么？美丽要做什么？
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！你想我要干啥子啊？啊，多功能的吧，多功能的盆儿。把这个倒了，随便烧了。你吃那个锅烧一锅水干啥子？烫猪毛。这个擦头发的也丢了，这个抹布呵呵，在外面，这女人活成了什么？我这道菜我当时学的时候，我花了5000多块钱。那我学过来。花5000多块钱学这道菜。天哪，这是啥菜？大白菜炖土豆，还花5000块钱？做法不一样，你先下啥先？你看他剪下来还扔锅里。这个老师当时没那么教，花5000多块钱学的。看看我刚刚去那边他们两口子那里要了三个肥肉，吃了一个了啊，吃了吃了。然后我们这边4个主播，然后还有我们朋友，他们是4个骑行的，然后4个骑摩托车的。看看今天周老伯要了3个大肥肉，找了另外一个要的，还有一个骑摩托车的朋友，他在炖那个什么汤，我说过后我去吃。天哪，你看我们今天吃饭好多啊。还有几个没来，总共8个帅哥，就我一个，呵呵，一个女孩子，哎呀，宠我。啊，还有这边，都是杨美丽粉丝啊，这都是一道追过来的，广东来的啊，浙江来的，给面啊。开心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们一群人在这里一起吃饭，虽然一个肉都没有。在宝马大哥这里，这是党参玉米，然后炖肉，给他整了一瓶油兰山，还有货白的，然后半斤起。你看他这个车酷酷的，这党参呢，你看像鸡爪呀。这个党参人家是在那个挖的，哇，这大补大补。哇，隔壁他们广西这个辣椒啊，呛的好香啊，哦。这个叫虎皮尖椒吧，还有，苦瓜，哦，做的很丰盛。这个辣椒真的很辣，这个苦瓜真的好苦。然后又整了一碗饭，又干，呵呵，下饭。五湖四海皆兄弟啊！这还有个网红啊，来，都是网红，有幸啊，有幸有幸有幸，走你啊，来来来，走一个啊。这全是网红，这全是网红，全是网红，全是网红，这也是这玩徒步的，这还个假徒步的，哎，别吃了。一大早他们就收拾东西走了，昨天一起吃中午饭，一起吃晚饭，今天大家都分开了，不同的地方，我也要走了。拜拜拜拜。哇、哦，这装备。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回头咱们那个晚上见啊。嗯。啊、路上见，我也是骑踏板的。龙哥太好了，然后做了稀饭，然后给我端过来。天哪，他说让我起床，你看我还在被子里面。昨天要红烧肉的这个大哥，他们两口子，他居然是我粉丝，然后看到我这个车才记起我。今天你看这个天气啊，因为那会儿一直在下雨，你看帐篷上面都是雨。本来说今天去爬冰川的，龙哥他们今天都要走，我是准备下午走的，但他们走了的话，我先自己去爬冰川吧，爬了然后再走。龙哥他们4个也要走了，然后他们吃红烧肉的这家也走了，宝马大哥在前面，不知道走没走。好幸福，在帐篷里面，你看，草原龙哥这个饭给我端过来了，昨天。要到他们的红烧肉，你们的啊，居然认识我，然后今天才上，那都是缘分啊。龙哥也走了，啊，都走了，又是一个一个的都送走，拜拜拜拜拜，嗯，拜拜。